哎，我们拍刺秦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吧，冯一哥？九七年，刺秦。那时候我状态是最好的时候，我体重是那时候才70多公斤。哦。我状态很好，我跟冯一哥跑步，他跑得又快，时间又长，每次我最后是追不上他，我只得放弃。哇。但是现在拍《人民的名义》的时候，我记得我第一天去，冯一哥带着那个腹肌轮儿，我看到这个，哇，我说这个我好多年没练了。后来冯一哥说：“海峰，你试试。”我说：“好，90度没问题。”说你再往前。120度也没问题，说你伸直了，180，我伸直了以后直接趴地上，真假的？就伸直以后就是核心力量要求特别，然后再收回来。但是峰一哥当时他依然保持了那种状态，伸直了再回来。哇，好难！来，我们现在要不要试一下呀？啊，有腹肌轮吗？有。我们这个现场没有别的，什么健身器材这都弄过的。我们现场什么器材都有。哎呦。这是腹肌轮啊，对，这个是加强科技的，这么先进了，这个到头是可以停住的。我天，你这法拉利的腹肌轮吧？回的时候慢一点，啊，我知道，停住的。哦，它是带回力的那种。老师可以试一下。哦，对，这是正。慢一点啊，横着，咱们横向过，这样镜头能够看到您的腹肌。我先试一下啊。好。您确认不需要个垫子吗？您到时候万一趴下了呢？我们可以先跪好。哎，可以，再往前，回来，抱点腰，扶点他的腰，往前，再往前，扶点他的腰。好了，可以，我，对不起，这个还是，好像带点回力，对，它还有点保护，这个装置它有一个回力保护，就是让你不至于太负荷太大。OK。那张老师，您来一个标准。张老师，嗨，看我们风爷。哇！标准的厉害！哇！180多，难怪有那么块腹肌啊！太棒了！哇！太牛逼了！太厉害了！张丰毅！张丰毅！好了，张老师，已经停不下来了，别拦着我好了。